直接跳的三个起起跳，但是青燕直接左侧边的进场已经先开切了。首先先手有两个白眼在往边，搭配的是星星。再来看后续残局的收割，动哥应声倒下，真的是没换到，他们直接抱在一起，兄弟，我们成功了，只能硬打了，因为太认真在讨论那个凡恩换线，五路神啊，会一点会一点，我比较担心凯文。对，我第一次打中路，很久没有碰中路了。